传统制作牛仔裤方法是将涂料喷洒于牛仔裤作表面处理，需要由手法熟练而富经验的工人执行。这个工序需要大量人手，工时亦长。因长期于喷涂柜内进行喷涂工作而接触化学物，有可能令工人健康出现问题。而且有个案显示，有些工人并没有得到足够，甚至没有任何的保护装备。基于这些情况对健康有潜在影响，单靠提高工人的职业安全及健康意识并不足以有效改善情况。这个项目开发了一种独特的机械喷枪，透过一系列感应器捕捉喷枪操作员喷洒涂料的轨迹以及各种喷涂参数，并将所得数据存入数据库之中。操作员更可以透过特设的电脑软件程式复查及修改储存在数据库里面的喷涂方法，这样就可以制作出多变的喷涂模式，营造出手造效果。项目开发的六足机械手能够利用以上的数据和分析，进而自动执行喷涂动作。为了尽量压止喷涂剂的粒子在喷涂过程排放到大气中，项目设计了配备水帘的密封式喷涂柜，大大减低这些化学物对操作员以及环境的伤害。这个自动喷涂系统令成衣制造商可以大量生产符合客户个别要求的牛仔裤款式，提升成本效益。此外，由于操作员无需再在喷涂柜内工作，他们在健康方面受到的威胁亦会大大减少。